第一代伏羲圣帝，代理佛伏羲氏，大道降世之始，降生西南方，以封为姓，教名殿于畜牧，拜华子得道，仰观俯察，究天地之生理，化先天八卦以示天地之奥妙，为大道降世开山之始祖，是为代理佛设天干地支，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，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，设十二生肖为其代表。P 八，属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。寅属子时二十三年一月，二十三年二月四夜子等于阴，二十四年一月早子等于阳。前属阴，后属阳，前脚四爪，后脚五爪。眼属阴，无白眼，目视不远，属眼。寅牛丑十一年三月等于阴，脚蹄二边，有齿无牙，上无齿下有齿。寅虎寅十三年五月等于阳，前脚三爪，后脚二爪，三正二等于五等于阳，无脖子。寅兔卯十五年七月等于阴，脚四爪等于阴，无嘴兽，兔唇。寅龙辰十七年九月等于阳，脚五爪，五爪龙，五等于数之中，最吉祥，无耳朵，聋子。灵蛇四十九年十一月得一，六之气，一等于阳，六等于阴，回归一，五角。灵马五十十一年一月三等于阳，龙马精神，自强不息，立睡不卧睡。马蹄圆，单一等于阳，乌胆。羚羊未时十三年一月五等于羊，羊未退，阴未进，公羊母羊均有胡须，无同人。羚猴申时十五年一月七等于羊，五加四数等于九等于吉数等于羊，上身属人等于羊，下身属物等于阴，眼红等于羊，红木猴，无臀部。灵鸡有时十七年一月九等于阴，前脚三爪，后脚一爪，三加一等于四等于阴，晚上看不见，鸡眼，鸡无骨髓。灵狗虚时十九二十一等于阳，脚三爪，无胃。灵猪亥时二十一二十三等于阴，脚四爪，肉无筋。人得其全，位列三才之一，为万物之灵长。